各位在羊年都能够行大运，都身体健康，赚很多很多的钱，都笑口常开，恭喜你们。是慢的。羊年快到了，祝各位喜气洋洋，身体健康，还有跟我们一起冲上云霄。太会说了，这次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呢？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必看，因为你知道吗，新年期间贺岁电影非常多，本地今年也非常多的，比如说不管是本土电影，其他的不用说了，就说冲上云霄。对，为什么？看就这么多电影，为什么一定要看冲上云霄？不要问我们，我完全不是为了其他的啊。你们只看什么？冲上云霄。对，看完可以再看。我们新加坡的票房就靠大家了哈，冲上云霄，票房好呢，我们再次可以请回呢这演员们呢来到新加坡，所以呢不要让我们两位呢失望好不好？那今天这么难得，这么多粉丝齐聚 Plaza Singapura， 我们可以请两位演员背对我们现场的粉丝们，我们来一张大合照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邀。